们要快啊，敌人又快进攻了。你们要快快啊，要注意接成弹药。是，照这样打下去，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？哼，谁知道呢？真没有想到啊，排长。没想到，毛四海，在这个阵地上打仗，要能立个功。哼哼。哎，要能立个一等功吗？准能世界闻名。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，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，达23次。政委，敌人增兵了，炮弹又运不上去。军首长指示，为了保存力量，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。参谋长，下命令吧。好。这样一来，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。是的。情况非常严重。命令已经下达了，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，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。怎么还联络不上？干什么吃的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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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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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对，我是李壮，我是李壮。对对对，我是张壮，我是张壮。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，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。什么？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官室的？把他拉起来！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！全部撤进坑道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全部撤进坑道。什么？撤进坑道？那阵地怎么办？你快去报告！快去！快去呀！这下我们八连丢人了。领导命令全部撤进坑道。他错了命令，我杀你的头。没错，没错，连长。边打边撤，全部撤进坑道。